我刚才已经提醒马夏斯了，他说会去吹一吹。狗，你不要这么担心啦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我以后不会再叫哈梅斯的发系了。其实啊，我一直都觉得不大好。那你接受我的戏啦？哈，没有啦，真的。很久嘞，还记得到嘞。好朋友，你看。不过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人告诉过我，天上有九大行星。走音，对，我真的要走音，你可以在 Me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本节目的视频。